我之前有代言，需要那个，我之前有代言那个啤酒广告啊，拍广告的过程中啊，就喝醉了。它其实下面放的是绿茶，颜色很像，但是上面的泡泡确实是用啤酒泡泡。我只需要这样子，啤酒好喝，然后就抿一下，然后还把泡泡留在嘴唇上，对不对？我就光喝泡泡我就醉了。姐姐不喝酒的，知道，嗯，但是今天例外。哦，来，你拿举杯，我们敬对面这两位男生，敬这两位今天陪我们拍了一个旷世巨作 MV 的十年偶像，十年男偶像，放下自己的所有的。这过程中如果有任何过度破坏你们男偶像气质的部分，姐姐我代替 hold 住姐，我先干，所以还是我的错，没事，所以还是我的错，半句而已啊，扛一个罪，没事，够了。姐，不要接够了，够了，我还想听你说话。好了，因为也没在降低，也没在降低。哎，我喝了，好不好？你们随意。哎，嘿，好，我喝了啦。哎，我真的有喝，有可以啦，有啦，我们也不想喝了。哎，我这三十年，哎，我有点晕哎。屁呀，真的还夸张哎，真的要讲脏话喽。我这个没，几乎是没喝，要不要比高度？真的有。有辣有好大一口，好做作哦，女艺人都这样子，好你们家好做作哦。姐不喝酒，我真的，姐真的不喝酒，但为了今天，真的。哎，姐不喝酒，但为了今天，为了今天。哎，我今天真的心跳好快哦。好，因为今天都空腹，不是因为你都快吃，你都在说谎。所以心跳会快是正常的，正常的，真的。我们平常都劝酒，不是，我们真的很怕你，劝你不要喝，你非得要喝酒，啊，喝了还假喝。哎呀，我真的有晕呐，为什么？太夸张，姐姐，你刚刚晕车吗？来，我们两个敬对方，我们对面这两位，哎，我跳针了，跳针，为什么用明的跟酒醉？我帮你喝一点，哎，我觉得我们节目很值得。喝什么？没有人看过姐姐这一面。但姐姐，你刚刚有喝吗？我刚喝了一大口，好想喝，好想。怎么还用抿了就喝醉了？原来住在仙界都这样，都这样。对，闻味道就醉了。是用闻的，其实。不要这样呢，我醉了。吃饭也用闻的，难怪那么香。对，难怪那么饱。不要这样啦！谢谢依林请的，不要这样啦！哎，这是生啤，哎，来敬对面这两位，来，辛苦了，大家辛苦。不用太多，变少了，有变少，变少。他要喝醉了，他要喝醉了，不要发酒疯哦。蛋了，完蛋。好尴尬哦。干杯，你先干杯。我先干，对你先干，我看你干，嗯，对，干快点，华莲人不让人等的，干完了哈，他很腼腆，然后你帮我干一下，你这是耍赖大师哎，喝酒就是口渴嘛，干杯一下，他泡沫也会醉耶，你看喝光光。他喝醉了，开始发现我们要差不多了，收工了。对，想知道我们在营业中二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吗？快来订阅来吧营业中官方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不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哦。